偶像剧男神张力扬不只会演戏，还出过唱片。多才多艺的他，在疫情期间除了跨界当制作人，还研究线上金融投资，没想到却遇上国际骇客，损失惨重。近几年来，大型骇客事件一桩接一桩。张力扬接受专访坦承，自己也遇上金融骇客，投资的比特币美元账户被来自俄罗斯的骇客入侵，资金全被转移清空。因为是国际犯罪，所以通报国际刑警科，粗估损失高达500万。如果你今天是在交易所上面，你把所有的私有金要通通也都交给他们代管，真正的安全的责任就会在这个网站上面。那如果这个网站安全等级不够强，骇客一打进来，致电张力扬经纪人和公司，截稿前没回应。世界笼罩在骇客威胁下，尤其疫情期间虚拟交易夯。根据统计，光是台�湾每年因为骇客损失就高达8100亿台币，全球更超过5兆。私有金要做一个所谓的数位钱包，然后把私有金要分离出来，放在钱包里面去做交易。这个好处是什么呢？这个金要放在你的身上，就像我们现在银行的金融卡。加密货币遭到盗取，骇客动动手指就能偷走你的钱，类似案件频传，加密货币市场俨然成为骇客主要目标之一。三立新闻解析张正豪台北报道。